狗吃巧克力会死吗？狗狗吃巧克力会死。狗狗吃巧克力轻则出现呕吐、腹泻、流口水、神经兴奋等中毒症状，重则直接引起死亡。主人平时千万不能给狗狗吃巧克力，哪怕只是一小块巧克力，狗狗吃了也容易中毒，因为狗狗的身体无法代谢巧克力中的咖啡因、可可碱等有害物质。除了巧克力，任何含有这两种物质的食物都不宜拿来喂狗狗。一旦狗狗误食了巧克力，先别管它是否出现了中毒症状，及时带它就医，尽快解毒，这才是最稳妥和正确的处理方法。若是等到狗狗开始呕吐腹泻才就医，可能为时已晚。如果没有办法立刻就医，或者当地根本没有宠物医院，主人可以让狗狗多喝水，尝试让狗狗吐出胃里的巧克力，通过催吐和排尿来尽量缓解毒性。